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四门归敬仪，请大家翻开课本讲义102页第三行，也就是大致的第一行，等一下我们从这里开始讲。先回忆一下，我们翻到科判，科判目前上到第九章，看到科判的丁九功用显机篇，科判的页数是第十页，找到没？好，目前的第九章我们上到我们直接跳到最底下的第七行，任七发菩提心，之前已经讲过了第九章的六小节，然后上了第七章的发菩提心的前半段，之前是讲到三归十善，然后呢发菩提心，我们今天是最后四门归敬仪的最后一堂课啊，我们想办法把它上完，那万一上不完就直接停止了我想办法把它控制时间啊，再把这个后边的四个小节啊，从发菩提心到修习正观把它讲完好，现在请翻回102页，大致第一行，这个前面讲过发菩提心，讲过了标题，也解释了什么叫做菩提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三指山的证明形象，也就是正式来说明发菩提心的一个形象那这个我们就直接消文，因为时间不够这个
是菩提者啊。这个菩提心者呢，他的外相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想要发菩提心，嗯，有两部分啊，有理的菩提心，有行的菩提心，所以叫有理有行。啊，还会分别对于理的菩提心，等一下会说明；行的菩提心也会说明。啊，那在缘乃二，就是说我们所缘的境界上呢，啊，当然可以刚刚讲过的分为，理的部分，啊，跟行的部分，啊。理跟行就有点像是我们说我们学佛要解行并用，对不对啊？解了解佛理道理就是理的部分啊。那所以叫做理菩提心，行菩提心啊，也就是一个是道理，一个是行持啊。在义理上的话呢，啊，他们两个是融通的啊，理跟行都不可分开，不可啊，不可这个两者都要兼顾的意思啊，不可废一，取其一啊，两个都要注意啊，不要光解不行，光行不解都不好啊，任何的佛理。研究任何的经典都要如此，虽然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啊，这个理方面哦，那还是尽量去了解。虽然我们理解的不够透彻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放弃了啊操作的修行。我们学多少，做多少啊，有次第。慢慢来做啊，学一点啊，就操作一点。虽然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完全正确，但是往这个啊提解大道的方向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未来一定会成佛的啊，是这个意思。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啊。那真俗二谛，互相乖违，这有点就是用理跟行呢配合着真谛俗谛两者来解释啦，真理当然不能够跟俗谛的事项互相乖违，两者都不可以有所偏废啊。我们不能执理废事，也不能够呢执事灭理，都不好啊，这样就不是呢这个觉悟的一个正法。那不是觉悟真如本性的一个义理啊，这样就不好啊。所以解行就像两个轮子一样，少一个都不行啊。再过来下一段啊，讲到这个隐别名理行啊，这一段呢讲到理的部分啊，理行理的菩提心方面啊，就是个别来说明理跟行啊，然后再针对理说明，针对行说明。再来某一证明就是正式来说明。说明什么呢？就是讲到讲到理方面要发菩提心，是指呢我们当下呢我们自心，也就是阿赖耶识呢所显现的五蕴啊。
诸种的法则佛法，他们呢本性是无我的，也就是呢，这五蕴诸法本性是无我的意思，这样听得懂吗？然后呢，深知此要，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呢，要深深彻底的了解，来承担起来，这样子才叫做理的菩提心，再来引证，引出经典的说明，引出两个经典，第一个经典是《净明经》，也就是《维摩诘经》，《维摩经》讲到呢，这个因缘所生的身心是暂时的，一个假象，我们内心当下应该了知，这个极灭，是无生的，这个极灭就是我们的菩提，因为离相离诸法相，而且呢，只是暂时安立的一种分别，也就是用我们的分别心所安立的一个名言，专有名词，这样子的一个假名安立的，是菩提，那我们了知这个名字，所建立的相，是空的，假名安立的，所以它是不存在的，说完了，它就不存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安立的名言之后呢，不可以去执取这个名言，结果就被名言绑住了，那这样就不好，没有了解真实的意思，再过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菩提心的解释，说到这个《文殊问菩提经》里面，说到呢。菩提心的相貌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依他起的一种法则，它是超出三界，超过世俗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看着这个因缘变而，我们不能够执着于这个有的相，不可以去执取，所以呢，我们内心的名言分别的言语呢，是断灭的，那诸法无法，就是说我们发了诸多的自利利他的这个心情呢，但是我们不要执着，所以叫做无发，发了又无发，这样懂吗？我们发菩提心，但是不要执着的意思，所以不着空，也不着有，然后呢，弃入中道，这样才名为发菩提心。那如是众经，就是当然讲菩提心的地方也很多，宣主呢告诉我们，我们有空自己可以再看到相似的经典，再去互相的比对比例，来排遣，这个直向的心，这样子使令我们呢
能够升起觉悟，才叫做发菩提心。第三点，示意，就是显示这个你的菩提心的用意啊。所谓呢，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真如的本体。真如心体呢，它本质清净。而且我们假如内心能够推就了达这样的真如理，啊，把它承担起来，那我们身口意三业所做的都能够使令它清净，这样子的来称性起修。啊，那我们眼睛打开了，自然它就会放光动地。哦，所以说呢，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呢，当下，就名为行的菩提心，理跟行在这一段话就把它合并一起讲了，这样懂吗？再过来下一小句，这个再来讲到眼二行的部分。那这个行的菩提心呢，我们正式来证明，就是正式来说明，我们修行者内心呢，如上面说到，我们，戒公上人常说的一句话：“把心带回家”，是不是？我们能够安顿止息内心之后呢，而升起了成佛的大愿心，就是这个大愿心，就是大的菩提愿心。讲到哪里知道吗？然后呢，我入佛道，我呢能够进入佛道来学习佛法啊，然后为了利他来广度众生，我们三业所修的一切自利利他的这个菩提根呢，菩提善根呢，就完全都回向成就无上正觉的佛果。我翻到下一页，再过来讲到菩提行的菩提心，这里也引出两本经，第一本经是《大智度论》，说到呢，我们有人发心说到呢，我一定要将来当来，要来做佛，一定能够成佛。这样发心以后呢，就已经超过了世间诸多的友情，所以就应该接受殊胜的供养，也就是我们发了成佛的菩提心，就非常的心态非常的高啊，阶位非常的高，将来会成佛啊，就好像王子堕地啊，他怎么样？胜超群臣，是不是啊？比大臣还要伟大，虽然他是小孩子，是不是？类似这个道理啊，当然还要经过一番的这个成长了啊。第二本经典呢，宣主又引出呢《十住毗婆沙论》，讲到呢，假如有人发心要来
就是发菩提心呢，要来追求佛道，这样子非常努力的不休止、不休息，点点点就是乃至的意思，这中间的话把它省略掉，跳到说有人，这种状况呢，有人呢，虽然手指的，他有那个神通力哈，手指举起三千大千世界，在虚空当中呢，一劫来安住，这当然是很不简单，很困难。但是，我们假如有人发愿，说我将来要做佛，这个人呢，就比前面的这个有神通的人呢，更为困难，甚为稀有，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再怎么样的世间的人心，基本上还是站在佛位来讲，都是卑劣的，没有大的志向，虽然说有点贬义的味道了哈，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了，当然。我们现在是比不上别人，但是我将来还是会赢过他。假如他没有发菩提心，我没有发菩提心，自然就会比他们更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潜力股，是不是？将来就更能够成就因为他们没有大的志愿愿景不够远。那我们的愿景够远的话，将来就会，走到，最高的阶段，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接下来又引出这个《发菩提心经论》，说到呢，有十大正愿，我们应该呢。来广发这个菩提大愿，那讲后面这一段就讲到发愿的部分了，有十大愿，科判来说就是因名愿界，就是因此来说明菩提愿跟菩提界。菩提心也就是菩提愿，也因为是大乘戒，所以也叫做菩萨戒，那我们发菩提心等于是受大乘戒这个意思所以也可以叫做戒演一说到广显大愿，就是广发的。显出这个菩提大愿，某一举文，隆重的来显示，举出什么文呢？举出刚刚讲过的发菩提心论，或者再加一个字，发菩提心经论，你在大正上要多加一个经，你才找得到这一段，它是天经菩萨的著作，罗什大师翻译的，有12个品，上下2卷各6品，我们呢有这10个端正的菩提愿，恒常立志来修行，是这个意思。再过来，我们仔细来看到十大愿。就约着相来明白，分别来说明，
第一愿，就是愿我先世即以今生所种一切善根，这个很白话，应该看得懂啊。这种善根呢，可以让我们自利，也可以布施给众生，那回向他们呢，然后共同成就佛道，使令我此成佛的菩提愿，能念念的增长，在每一生每一生所投生的处所，终究不会忘失这个菩提心，而且为陀罗尼就是咒，咒语的咒，被他呢所总持起来，所守护，第二个大愿，这个也很白话，很容易了解啊，就是发这个想法要成佛的这个善根呢，我们来生要投生到哪里呢？到有佛的地方，值遇诸佛，恒常得雨呢，来供养佛陀，相反的呢，不要生到没有佛的国土当中。第三大愿，这个也很白话，很容易了解啊。愿我生佛国这个愿以后，生到佛国以后呢，不止看到佛陀，还要亲近佛陀。第二步啊，然后呢，能够随侍在佛的左右，好像影子随着身体的形状，这样子的亲近佛陀这么深，接着呢，佛陀再来向我呢演说佛法，成就五神通，这是第三大愿。接下来第四大愿，愿我怎么样？能够，这里就讲到要修空假中的假观呢，愿我呢能够通达世俗谛的这些差别相，当然空假中三观不能偏废了，假观，也有空观的一部分，但三个一起，有了这个，差别相，然后知道这一切的法，再把它当作是一个假名，的一种流布，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他们都是没有自性的，这样子了解地义地，来证得，正法智。再过来第五大愿，我们要发愿呢，以这种没有疲厌的心，为众生来演说佛法。我们听了佛法，听了佛陀说法以后，也要利益众生啊。所以呢，要显示法义，将来我们也能够，为众生来说法，来教导众生，利益众生，使令他们呢得到欢喜，使令他们开悟，来理解这个，实相的道理，再来第六大愿，我们要发什么愿呢？要发愿呢，以佛的神通力，让我们呢能够普遍到
十方一切的世界中，啊，然后在佛的加持下呢，还能够供养诸佛。就像我们《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还会，早上起来还要准备香花去供养十方诸佛，那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在供养十方诸佛之后呢，还会听闻受持，佛的演说的正法，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啊，广泛的来摄受众生，这样懂吗？再过来第七大愿，愿我呢随顺众生的根基，来转这个清净、没有错谬的法轮。那一切的众生呢，听到我所演说的这个契理契机的佛法之后呢，乃至听闻我的名号，那也就是名以昭德的意思，即刻呢就可以舍离一切的烦恼，乃至发菩提心，这是第七个愿。第八个愿呢，就是发愿呢，能够随逐众生，将护，将就是扶持的意思，或是辅助的意思，那护就是保护的意思，也就是扶持保护众生，给予他们安乐。然后呢，我们舍掉三个东西：生命，就是色身呢，还有性命，还有财产，也就是乃至这个意思啊。不但给众生保护扶持，我们还能够，舍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色身、性命跟财产，为了贺承担正法，然后除去我们所面对的众生那些没有利益的事情，这是第八大愿。第九大愿呢，说到，愿我行佛教授的正法的时候，我的内心呢没有执着，无所执着，无所行菩萨道，无所行也无所不行，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呢，没有所行的菩萨道，也没有任何菩萨道我们所不做，就是没有执着，但是要做了，为了要化导众生、教化众生呢，就不舍上面这种端正的菩提本愿，最后一愿，第十大愿，翻过来，愿我此十大愿，这个也很白话啊，能够怎样啊？普遍的到众生的世界去摄受，一切恒河沙那么多诸多的菩提愿，也就是愿心很多了，不断的发愿，不是只有九大愿、十大愿，任何事情都可以发愿，只要利益有情的，我们都要发，
看到什么状况就发什么愿，就好像《华严经》里面讲的，40几种还是50几种的发愿，走路的时候要发什么愿，上楼梯要发什么愿，洗澡的时候发什么愿等等，是不是啊？类似这个意思了。啊，你碰到什么事情，就是意识你的把心守住，把心带回家。那不仅如此，哎，应该是说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借着发愿，把心带回家。那这个众生界，假如有穷尽的话，那我度化众生的菩提愿才会穷尽。可是呢，然而众生不可尽，所以我此大愿也不可尽，是这个意思啊，不可能穷尽，他不断的发愿啊。刚刚讲过，当然不是说《华严经》里面讲的那几个愿啊，你随时都可以发愿啊，你自己可以创造你的发愿文，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发愿，这个意思有人倒了啊，我希望路上怎么样，很平坦啊，然后众生都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就去发明你的愿每个人发的愿。因为每个人遇的这个所缘境不一样，你都是可以发愿，甚至你在打坐的时候也可以发愿。奇怪，怎么有个杂念一直出来呢？希望我的众生呢，都不会有杂念。这也是发愿啊，是不是？都可以发愿，任何事情。再来。略明受戒，受大圣戒、佛戒的部分，行者如是的发了这个端正的菩提愿之后呢，其次呢，在我们要受什么戒呢？受三聚净戒，就是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三聚净戒，这个文呢，宣祖说很容易了解，他就不说明了，不在这里再度出，需要的话，宣祖说你去参见我的著作，什么著作呢？这个《四门正行忏悔仪》宣祖有写，不过呢，没有流传下来，这个是我没有那个福分，他是这样子讲，他有这样子写，他有这么做，只是这个，目前没有流传下来，可能战乱的关系，再过来我们讲到，第八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来，显示我们的功用，除了前面第七小节说的我们要发菩提心之外，我们应该还要读诵经典，所以八名，读诵读诵佛的正确无误的经典，这个是标题的说明啊，读诵经典，这个来解释什么？怎么读诵经典呢？就是呢，以此大圣的，这种成佛开显本性真如这种了义的经教，来宣说呢甚深的真如的清净，
空无自性的这种法则。啊，我们直接消文，听得懂吗？那这些法则呢，都是从如来的真如法身所流露出来的，所谓的清净法界等流正法，这个意思。再来，这讲显示的这个正经之后，再来说明能诵的部分，我们怎样来诵持大乘经典的做法呢？我们就要以这个清净的心，来爱要尊重这个大圣的经教。第二点呢，能够接受这样的教法，还有来用身口意三业来支持这样的经典。第三点呢，要来读诵，甚至后来能够来背诵，那更好，就读诵经典。第四个操作方式就是书写经典，这个很简单，很白话啊。当然，经典要尊重，能够产生恭敬心，所以我们要怎样来包装一下，供养经典啊？经典呢，我们自己写的文字就那就没关系了，那个哈，影印的哈。那假如是把它装订成册啦，尽量把它拿一块布把它盖一下，这也就简单的供养啊。甚至呢，我们可以香点香啦，等等啦，香花灯烛啦，像供佛像一样来供养经典，是这个意思啊。那供养除了这样子以外呢，乃至呢，其余的经典啊，虽然是大圣经典之外，其他的所谓的小圣啊，南传的啊，声闻正，人天圣、圆觉圣啊，所有的甚至全教的这个法门呢，我们这些经典都要相信它啊，来供养它。这些所流露出来的经典其实也是大圣真如实相所流露出来的权巧方便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受持，不要说只念大圣经典不看小圣经典，这就不对了也要去受持，也不要相违背。那是故这样子的功德就可以等同于呢见到佛一样所以叫得见诸佛再过来下一段，翻到下一页不必翻，就隔壁页引文正指三，开始说到三本经典来证明我们怎样来操作读诵经典的方式第一本经典宣主就引着大品的般若经的话说到呢，假如有这个受持般若名字这个写名字或写文字般若文字好像比较通一点那通真记的了然律师呢，他认为应该用文字般若文字好像比较顺不过般若名字
也可以，也说得通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去查《大品般若经》里面呢，说到我们用一个四句偈来为他们别人来说，都有功德啊，所以这个讲文字名字都通了啊。然后呢，亲近的读诵，而且呢，意念经典这些文义，乃至呢，第三个，应该是受持亲近读诵意念啊，所以还有书持，就是第五个啊，书写来受持啊。第六种呢，就是用香花灯烛来供养，这样子修持经典，然后未来我们就不会堕到三恶道，恒常能够，亲见诸佛。乃至呢，我们可以从投生到一佛国，然后再投生到另一个佛国，不断的，整个生死当中，都能够恒常得以供养诸佛。再过来。宣祖又引到《涅盘经》，说到：假如有恐怖的因缘，或者想要求利养，或者求福德，我们书写的是这个《涅盘经》的一偈，一个偈颂。那我们未来呢，命中得以呢升到不动佛国，假如有希求福报利养，虽然说比较世俗一点呢，我希望赚大钱呐，家庭平安呐，这个也无妨嘛，我们这样子用一天来读诵《涅盘经》，或是自身拥有的财宝，我们供养经典之外，我们也可以供养什么？供养说法的法师，是不是也是供养经典？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供养三宝，我们供养佛的。钱跟供养法的钱、供养僧的钱要分开来，是不是？所以有一次我碰到，我知道有这个状况但是有一位信徒他不懂，我说供养三宝，让他过来拿过来。我说那你要供养佛还是法还是僧？他说那供养三宝啊，就这样子而已啊。我也不好意思解释下去了好，我就当做把它分成三份，所以说供养法的部分呢，也可以供养法师那个钱也算是一部分专款专用的意思了这是题外话就是说我们供养经典也可以拿这个钱来供养说法的法师，这样听懂没？假如能够听闻。或者书写《涅盘经》受持读诵这个经典，那这个诸佛秘密的宝藏呢，未来都能够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供养呢，使我们都能够投生到不动佛果，是这个意思，以上是《涅槃经》宣主所引的话。再过来看到第三个经典，宣主又说到《金刚三昧经》。怎样来操作读诵经典？他说到呢，假如有暂时听闻佛陀殊胜的智慧，然后用这种身心来随喜，然后我们也不升起毁谤的这样子的话，用这个功德，就能够在未来的百千劫当中呢，我们就不会堕落到三恶道，相反的会升到，能够碰到佛，值遇佛的地方，能够恒常的生在那些地方，乃至于呢，我们意念佛的法身，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是这个意思经典就是佛的法身嘛所以我们意念佛的法身就无量功德。好，讲完的第八个操作方式读诵经典。再过来我们看到第九个操作方式，就是供养舍利也就是造佛形象。翻到下一页直接这个很白话就没有解释，所以宣主就直接引文也是引三本经典。第一本是大品经，说到呢，佛亲见如是的利益，所以呢，他就入这个三昧真火佛陀就入三昧真火，把色身焚化了然后烧碎佛身如同芥菜种子那么小，那么大小佛的舍利是碎身舍利嘛不是全身舍利假如在佛灭之后，有人得到佛的舍利呢，然后随着自己的能力来供养这些佛舍利，这个人呢，将来就会在天上或是生在人中，都能够享受安乐，乃至呢。乃至这个各种的苦都会不见然后可是福呢还很多苦尽了，但是福不尽这样懂吗最后一本应该是第二本经典无上一经宣主引到这本经，说到呢，假如娑婆世界的世界都摧为围城皆是四果的辟支佛我们表示这个数量很多了我们供养这些小圣辟支佛的圣者很多乃至佛乃至他们灭度，应该是说很多的辟支佛了然后这些辟支佛灭了以后呢，我们再拿来拿他的舍利祈塔来供养礼拜，这些功德就很大了。虽然福报也很多，但是还不如有善男子女人呢取佛的舍利如
芥菜籽一点点呢，来造佛塔跟如阿摩勒这么大。阿摩勒就像阿摩勒果，知道吗？好像芭乐是不是，还是类似那个大小，像核桃一样，然后顶叉如真火，这个句话就比较不好了解。更正，带叉啊，带叉如真火，再把它在供养的时候，造塔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们参考一下我们的发给大家的讲义。那我们看一下，讲义，讲到这个带叉的叉，叉就是所谓的叉干呐，这个文字太多，我们就不仔细讲啊，大家回去慢慢看，我们用图来解释啊。也可以，这个可以放大啊。这个叉杆就是像一个长杆一样的这个我们塔最上面啊。以前的这个塔呢这个叉杆放在上面啊，但是后来我们寺院又越来越大了，所以它这个塔就佛塔的信仰变成庙，像那个寺院一样啊，所以呢它的装置有时候就，我们看看下面图，其实这个有一个在辽这个北宋的时候有所谓的塞北三朝，是不是？对不对？辽金还有西夏，那个辽，那个辽国时代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佛塔非常的小，看起来像玻璃一样，其实这是黑白照片的关系了啊。很多修士在上面有像一根杆子一样还有所谓的路盘有叉杆跟路盘叉杆是最顶上路盘这边大概在这附近有一点就是说露水会滴下来，怕滴到，所以再装一个这种装饰所以这个《无上一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这么小的一个佛塔大概四五十公分而已那么高，小小的就是指这个塔那我们因为后代呢这个寺院越来越大，就擦干，就把它变成在寺院的外面这样子制作这样子供养大概就这个意思，懂吗那个有空你们回去看我传给你们的这个资料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造佛塔不一定要多大，小小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造佛像呢甚至像麦子那么大而已这样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比我们因为造佛的像，所以比造毗湿佛功德还要大，所以叫做
此之功德胜前，比它更大。就是超过小圣圣者的功德，是无量，是不可思议的，就这个意思，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功德，没有，虽然没有回向，我们心还没有到，没有回向到无上菩提的话，用这个供养的功德，这个功德具供养舍利的功德具呢，这个供养多少次呢？就是像娑婆世界多宝蓝摩城围城数这样子一个次数，供养很多次的意思，以这样子的一个数目，我们将来就可以怎样？可以升天做六欲天主、六欲天王，乃至呢做这个世间的转轮圣王很多次，会以这样子的数次数，更正，刚刚应该说，这个我们供养佛的舍利，这样子造塔。虽然小小的，但是我们可以升到升天做天主很多次，应该是这样讲啊。而且再到世间做转轮圣王也很多次，多少次呢？像微尘数那么多好像我们把这个娑婆世界都磨成粉一样这样子一个那么多颗的次数。这比喻了那非常就是无类似无尽但是我们不能讲无尽，就用这样子，佛用这样子比方，因为不可能无尽嘛，是不是？所以说就用这样比方说，这样子的次数那么多了，再过来第三个经典就是《涅槃经》说的。假如我们，对于这个三宝的佛法僧，我们供养呢一个香灯，在三宝的处所供养的油灯啦，或是献一朵花啦，那未来呢就能够升到不动佛国，不退转的佛国那里。乃至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操作：我们守护着佛跟僧的物，当这个库房的人，寺院里面库房的人，他们的功德呢也很大，这也是一种供养，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扫寺院，对不对？扫佛僧地，佛殿或是僧众住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供养。还有呢，像塔如母子，就是我们造佛像，造塔，我们可以做得很小，也没关系，像母子这么大而已的佛像，然后呢，会内心，重点是内心会升起这个欢喜心，这样子来舍得去做，那未来呢，也能够投生到不动果，这是关于供养舍利的三本经典的叙述，的引证的文字，最后，宣主讲了这句话，这就是呢，净土就是不动佛国是佛的净土，那因为经常恒常是庄严的，
不会被大山灾，所这个动摇水灾、火灾、风灾这样子的动摇，所以叫不动，所以总之呢，就是我们造佛像功德很大的意思了，这样懂吗？请翻开课本讲义108页，108页，第一行，我们讲完了9个小节，再来看到第10小节，说到修习正观。前面是四相上的一个修持跟住行一种四相的方便，这个第10相就进到了理观的部分，才是正式见佛的一种行持，好，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修习正观，分为2部分，第一，前面已经说明的标题，再过来我们来解释意义，分成3小段，第一段呢就是总述序由，笼统的举出来叙述什么缘由呢？就是二空观的缘由，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把这个科判全讲，我们直接看到子一总序总举序由，总是来显示道理的深奥命地方，说明正观的一种妙用、妙处，自理真集，不越忍法二功。说到这个正集的道理，真实到了极点，不会超过呢。人空法空的一个关照，这种二空观的智慧，唯有佛道中才有，其余的外道是没有的。那我们能够来看破这2个直取。我空法空的功能呢？这个看破之后呢，就我执不可得因为人空就是我执，不见了那法空的话，法执也不可得了那所谓的呢，一切的烦恼障。还有所知障呢，因为因此就没有因由可以来生长，那我们阿赖耶识就接近清净，因为它不作用了，不是说没有，因为它没有因由，没有缘，没有灌水，浇灌，它就不会长大，所以我们就破除了这些烦恼。就能够出离三界，然后成就佛道。再来看到第二部分，证明形象。宣祖就引《金刚般若经》所讲到的这句话，这个一切的这个圣人，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圣，
这三圣的出世的圣人，所以能够趋入到无为法的阶段，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得名啊。那这当然，他这个所谓的三圣圣者呢，有深有浅的差异啊。那声闻圣的话，当然就是断见思惑的烦恼，辟支佛呢，再把习气也断掉。最后菩萨圣的话，除了烦恼之外呢，把习气就完全断除了，那就更深入啊。这三虽然有这三圣的差别，至于所趋入正德的这个方法，唯有修习我空法空这两种空观，再过来，我们看到丑恶，分显示这个，正式的修行，我们行者呢，我们修行人在修学、修习正观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依着这个地时论里面说到呢，修行的法门都要依托在四边空虚寂静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阿兰若了那身体不要到处去攀援去走动嘴巴呢口业不造那默然少说话然后争取时间呢要少睡觉这个少睡这个要少少觉少睡多觉啦这个要念觉少睡觉多升起觉悟的一种观照那恒常呢一坐而食这比较这个操作起来好像是出家人的样子一坐而食然后呢不要太贪求精致的食物然后不要掺，所以呢，我们就不掺杂其他的种种的饮食，是这个意思，就是吃的很简单的吃得饱就好了，不会被食物所不会所牵绊当然要营养要够了然后呢？营养够了，那我们就静下来，好好的来思维，佛所说的诸多的法义，然后呢了知，非有非无这样的实相，所以叫做知，非有无，就是非有也非无，是这个意思。以其所知，用我们所知道的这种非有非无的真空妙有这种中道实相的道理呢，来普遍的通畅地
观察一切的诸法，那我们就能够得到中道这种良善的理解，所以叫令得善解，再过来我们依约着义理来安立，来建立什么呢？以上的这个论文来证明修行者必须呢了知，要观察自心，从原本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一念的心的自性，它是清净的，真如本性是清净的，不会受到污染的，要这样子观察了知，那非空就是，所谓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不会受到污染，所以是一体，依他起，一体起用，所以叫不空，再来呢，非有，非空之后再看它，再观察非有。六祖怎么讲非有呢？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等等，这样子来摄用归体，一体起用，然后再摄用再归体，这样就非有，这样非空也非有，把这个名言安立都拿掉了，而且非染也非净，我们真如只是暂时的随着生死污染的缘而显现出来这种污染的这种果报，那本性是不会被污染的，所以叫非染。那么真如另外，我们真如本性呢也非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也没有比较清净，就是它离开了诸多的名言分别，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没有资格来讲它非净，它是离开名言分别的这种意思，所以叫非净。那非染非净之后呢，因为离诸分别的缘故，只是我们为了妄想，升起的妄想，乃至有这个是非得失罪福，就升起，就因此不但升起还会增长，这个很白话，应该大家都听得懂，那我们现今呢，为了达到我们的本性真如呢，我们可以回归到本源，然后常做这样子的观想，就可以不见人，也不见法，人法二空，这样就是达到了空，那空本来是无形的，那怎么会起妄想分别呢？翻到下一页，翻到后，这样子，我们一切这样子照做，我们的三业动身，这样子运想，就
这样操作下去，不要呢失去我们的正念。如同上面已经说明了，这样才叫做实际的观想。那愚名都是虚解，名言，其他的名言安利，都是虚妄的了解，要正实的来观想，是这个意思，如实的观想。再过来，我们看到《华严经》这个观想方面，宣祖也引了三本经，第一本就是《华严经》。《华严经》说到呢，观察一切的诸法，他们是依报，还有这个众生，就是正报，所以诸法跟众生这样子的正报依报这样子观想，他们这两报所依止的这个国土跟世间呢，完全都寂灭，也就是没有生灭。那为什么没有生灭呢？因为它没有常依主宰的法执，那这样子有执的时候，它就会生灭。假如没有法执的话，就没有生灭，所以内心是我空，法空，那无所依止，没有一切执着的妄想，这样子的观想，就是一种正念，端正的念头，也就是佛陀的觉悟，佛陀觉悟所成的道理，无法二空，这样子的正念，这样子的觉悟。另外又说到，假如想要获得佛的智慧，应当要远离诸多的妄想，这种差别的有或是无自性的空，通通都要通达，那未来就能够急速的做人天的师表，也就是成佛的意思，那行者修行这样子的观法，我法二空的正观，但在一时当中升起一空的，来更正，升起这个一念的二空的正观，那功德就无边广大，这就是乘性的功德，我们把心都改了，那心觉悟了，那就成佛了，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再来第二本经，宣祖引了这个迦摄经，说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所拥有的福德，如迷尼王，这个地方，目前查不到，通真记也说这个迷尼王未详，是哪位迷尼王？总之就是说他的功德很大的一位王了，那他的功德呢，不如有人呢内心能够修这个远离法，也就是修这个二空观呢，那清用这个清净心不执取的心来相应，了解呢一切的法都是空，无来无去，无来无去无代志，没有生灭，如是能够
少许的人可，这样子的功德，是超越了，非碧玉所能及之，是超越的，我们无法用碧玉来了解，来叙述这样子的功德，也就是很大的意思，它超过量很多很多的意思，再来第三本经，教我们要用普贤观，普贤观经里面说到呢，若有昼夜六时，就是昼三时、夜三时，总共六时，这样礼十方诸佛，礼佛之后，再读诵大圣的经典，然后思维第一义谛，真实谛，用这样子甚深的实相，无自性空的一个法则，在短短的一弹指的时间，就能够消灭了，百万亿那由托那由他，那由他就是亿万的亿，就是百万亿亿，这么多，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这个生死劫，生死的时间，这些罪业都能够消除，那修行，这种实相的，二空观的法，才真的是，少即佛陀的迦叶的儿子，我直接消文，这样听得懂吗？这样子的传承是从这个诸佛所诞生的，所以未来就能成佛，十方诸佛还有诸菩萨就会做这个人的和尚，是名具足受菩萨戒。假如你们有空去受菩萨戒，就会讲这一段文，谁做三世和尚，讲到这些，十方诸佛，菩萨，是和尚，弥勒佛是教授师，是不是啊，等等啊，这三世的一些操作了，十方诸佛诸菩萨就做这个人的和尚，是名具足受菩萨戒，就不需要做结魔法，只要你发这个心也可以不在和尚面前，大圣界的菩萨和尚面前来得到这个菩萨戒，这个菩萨戒是自然成就的，将来就能够受一切人天的供养，以上是功用显机篇第九章，最后我们看到第十章，成器成机篇，第十章就是结尾的部分了，我们分为篇目跟本文，就说到呢，这个篇目成绩成绩，这个很文言，成就是呈现，我们查国语大字典，前面就有说到成就是一种动词啦，假如没有带那个
笔记的话，就看投影机上面的啊，成看得到吗？后面哦，这个是网络的检视，应该可以放大哦。它是一成就是动，当做动词来讲，它是衡量估计的意思啊，衡量估计啊，这个器皿就是这个不是器皿，当器皿也就是度量的一种东西啊，或比喻成胸怀啊，所以叫做成器呈现，我们讲这个显示也可以，或叫做估量比较好啊，估量我们的这个胸怀啊。来陈述这个归敬仪里面的一个教基，教法的基的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这样听得懂吗？这比较文言一点啊，承气承基，估量我胸怀来显示，宣主的这一种，归敬仪的教法，为表心因啊，为了来表现这个归敬仪里面的内心的一个动机，目的是要来观察宣主自己的身形，来沐浴能受圣道。这比较讲到，宣主的一些谦虚的话了，这个不，也就是说，他虽然写了这篇文章，他也是虽然是写给别人看的，但是也是宣主他自己也要看，他也是依着这样子的教法写出来的文章。向着自己内心来反省、来改正，自己现前的一些疾病，不好的地方，不只要自利，不只是利他，也要自利，是这个意思，不只给别人看，也给自己看，也就是自己反省的意思，那因为是依托的这个众生劝请的这个事由，而兴起的这些言辞，这叫托事兴辞，这样解释听得懂吗？好，再过来看到本文，说到呢，宣主说他年纪大了，余年轻蒲柳。这个蒲柳呢，又叫做水杨树了，在河池塘边啊，我去照出来这一堆草，这个不太清楚，长一些果实，像这个什么棉花糖一样的平常就看不到了这种植物是不是很脆弱？风一吹就平了比喻呢，你人老了非常脆弱的意思所以说年轻蒲柳宣主比喻自己呢像蒲柳一样非常的脆弱然后旦夕殆尽没说不定现在看到你晚上就不在这里了，是这个意思比喻他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非业就是非法的这种恶业呢，在那边改转，假如不是把内心的这种非业庄严这些非法的恶业，来把它改转成庄严的话，人就马上要走了。
何假旁及？哪有什么可以假借来旁及的东西呢？也就是其他的现在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他不会去关心，因为他快要身体很脆弱了啊。这一篇好像是往生前一年写的，释迦牟尼净语啊，宣祖写的啊，可能那时候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至于有没有找人来抄写，这里没有记录了啊。像有时候，有些法师年老的时候，但是他仍然可以讲，那就请人家来写代笔，当然翻经典，他有时候参考还是可以去想去看，但是主要还是看他自己写，不是别人写的，看样子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宣祖现在，虽然是有病了但是知道说快要走了所以他对于世间的事无关紧要的事，他就不会看得很在意认为是在攀这些缘呢，是浪费生命了。再过来下一段文，又述转形象，这里就讲到陈机了陈述他的教机指的是指于教，就是指前面的于教，前面的一些著作啦，其余的教法呢，也就是过去所撰述的，各种的疏钞，乃至传记啊等等，一生的著作很多宣祖的著作很多，那这些形象呢？歧途实返，这个途也可以用当做动词的，就是徒步走，就是步行的意思啊。假如当做形容词，就是突然就是空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说这个。歧途实烦，就是，这些，这个途也可以当做，竟然是，实在的，是很繁多了，那也有人这样讲，当做说类别了这些类别实在很多，这些形象，好像在这里用。类别来说，这个图也可以了，成义法师把它用类别来解释了，那这些也这样也可以，这些类别呢，实在很繁多了也就是他的著作很多总之就是。这些这么多的著作都是随顺的当时的情形，来，解救这个急难，解救谁的急难？眼前众生的病，的一个著作。那龙种的撮合也算完备，就是说。宣祖的意思说：“我该讲的都讲了啦，该写的都写了，很完备了，大家够用了啦。”那应该讲的都讲了那佛弟有发菩提心的这些佛弟子呢，就应该好好的照着话他的话去做，就对了。再来，是经文。今有官方制道，找到没？倒数第三个大字第三行现在呢有观察修行方法，立志要来追求圣道的这些佛弟子呢，那他们彼此相约，互相依从，一起来问。问宣祖了，修行的
方法、修行的渡口啊，怎么能够解脱呢？或者说他们也不一定要，不一定有问宣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呢，互相结伴，学习，同学同行，一起来寻求请问解脱的方法渡口啊。然而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末法时代，那一般恒常的佛弟子呢，应该怎么样呢？抓住这个法门啊，礼拜恭敬当作重点啊。这个法门无量，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是不是啊？所以信蛮重要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依照礼敬、礼拜、恭敬，当作修行的重点，是最为切要的啊。这是宣主的劝勉的话啊，讲这么多，最后还是操作起来，以拜佛恭敬佛法僧三宝为重点所以我们有道心的人呢，这些有道心的人领受宣主，于就是指宣主自称领受宣主我所撰述的这些片段的归敬三宝的仪式，然后你想呢？你用就是你想使用来训练自己，然后铭记在心，所以叫做你用真名，这样听得懂吗？你想使用来劝谏自己，铭记在心啊。那我不堪可众生的苦啊，众生苦苦的祈求所以呢，再正式的来陈述这个归敬仪，也就是说，他写这一篇是有人请法才来写的是这个意思。凡此十篇，再来下一段，凡此这个归敬仪的十篇的文字呢，目的就是在保存我们关心这个身口业，身口意三业的一种修正。所以叫止存三业，然后呢，向上的话，就是在内心要来弘扬佛道，向下的话要收摄自己，除了利他，也要自利，下摄上弘佛道，下摄自他，就是自利也要利他了，收摄自己也利益他人，这个语词呢，非常的叮咛，就是不断的重复了，的意思。那它的意思呢，用意呢，是要保存，来排遣我们心中的执取。排除我们的执着，排除我们的烦恼，竖起然者，竖就差不多啦，这连接词就可以使令呢观览归敬仪的人呢。使这些人知道，
我的一个用意。那在破我执、法执、恢复真如本性的意思。如果文中还有亏欠的地方，那也请求呢，等待大德来规劝教诲。这是宣祖的一个自谦谦虚的话。以上就是归敬仪的讲述。很感谢大家这样子能够来一起来修学这个归敬四门归敬仪。不仅大家应该有收获嘛，其实我讲法人收获最多，因为我讲一个小时要看的看十个小时说不定至少要三倍的时间以上所以我这个熏习反而更多然后呢也一起拜佛来修学这个礼敬三宝有时候因为现在在写论文比较忙一点所以呢就比较因为就学校也不要求早晚课要到因为已经在第三年第四年了就把论文交出来重点你住不住校都随便你所以有时候礼佛也比较少一点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礼佛我发觉非常的殊胜我们今天以上就是四门归敬仪讲到这里我们回向